子，我真受不了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。生腻了吗？啊，那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嘛，就是。果然，我平时说话太甜了，甜度过高，我稍微控制一下啊。你知道你打鼾的时候，我在客厅都听得见吗？那是因为我爱你啊。为什么？睡觉时候打呼噜是不是就说明呼吸出了问题？然后呢，我睡觉的时候满脑子就都是你，甚至忘了怎么呼吸，是不是很正常？你有病呀！反正我发现你最近小毛病是越来越多了。你今天早上是不是牙又没刷？牙居然被你发现了！还有你的鞋，脏的臭的都可以养蘑菇了，赶紧去洗洗。你看我多爱你，你不是喜欢吃菌菇火锅吗？手下留情。哇，这不是毛高平美肌很高吗？时刻给你准备好惊喜，还是我这个男人的生存之道。这个毛高平美肌粉膏上出来的功效很棒哎，有我棒吗？少量多次叠加的话，出来是那种奶油肌的感觉，而且他们家粉膏持妆力强，防水抗汗。胡说，奶油哪有你甜啊？哎，不过这次就算你送对了吧，女孩子都抵抗不了这种好用的身体产品。哼，我果然是个天才。这个妆还挺好看的。嗯，好看。你一边跟我聊一边跟手机聊，你同时聊这么多人，你怎么不去当客服啊？也不是不行啊。抖音